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王者荣耀体验服最近更新后，多个英雄的技能效果优化，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李元芳二技能的特效新增伤害范围表达，不知火舞一技能添加了生效范围的表达，二技能添加了飞行过程中影子，使得更有立体感，三技能添加了生效范围的表达，优化了安琪拉大招表现，添加了光晕表达伤害范围，同时调整了终点表现，加强其整体感，调整了百里玄策二技能视觉关注逻辑，使钩子部分成为视焦，其头部强于尾部，调整凯一技能及添加地面影子，以增强立体感，同时增强了大招持续伤害的范围强度和匹配生效范围，程咬金对大招表现进行降噪，调整了百里守约一技能范围大小，使其适配生效范围，调整了两技能子弹关注逻辑，使得弹头更凸显，调整了盾山一技能表现，使得与逻辑范围更匹配，为三技能添加了地面范围表达，并优化了动画效果，调整了廉颇二技能表现，强调其内外圈伤害不同的效果，调整了西施二技能作为延迟生效效果，当前表现不足以表达其生效范围，为其添加了较弱的范围预警，增强了苏烈大招的边界强度表现，同时增强了苏烈大招被动的表现，夏侯惇添加了大招伤害生效范围的表达，调整了女娲大招视觉效果，使其关注逻辑为头部大于尾部，强化弹头视觉效果，同时女娲取消三技能后，地上的法阵也会随之消失，调整钟馗一技能表现，表达内外圈伤害差异，强化了周瑜一技能控制范围的表达，调整了成吉思汗一技能特效范围，使其与生效范围匹配，同时为一技能飞行段添加了探测范围。那么小伙伴觉得优化的效果如何呢？